ご覧の番組はシェ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Tire Plus 持家持家汽车服务中心 Luma 龙膜世界最大隔热纸生产商。好啦，准备要进行它在我手上的最后一次整理了。已经是最后一次了。对啊，哎，十二月就满一年了呢，快吧？现在已经十月快中了呢，剩下一个半月、两个月左右，这个车就要我贷款就缴完了啦，怎样？就要把它处理了啦。说好一年就一年，最后这个关箱纹，到时候还要再拍一支吗？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年啊，要等到卖掉才要再拍一支。对，要卖掉才。对不对？卖掉再拍一支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倒数第二支影片，到时候最后一支影片呢？等到卖掉跟大家分享这一年来买了多少钱，保险花了多少钱，这个保养整理花了多少钱，卖掉又是多少钱，好不好？跟大家分享开一台四年的玛莎拉蒂拉曼德一年要准备多少钱来烧。为什么这次要去？我这次还是提早，我几乎大概3000公里我就回厂一次了，因为刚刚好都有东西要整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都提早。哎，你知道有一些老车是永久不用换机油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因为它会吃掉，你就一直补就好了，永远都注入心血那种概念啊，极盛嘛。哎呀，用轮杠哎呀，对，真的啦，我有一些开老车的客人朋友就是这样，一直在冒烟不管啊，好啊，每天就抽一下，哎，不够再加新的进去，永远都不用换机油。好啊，今天有几个重点啦齁，来看一下看一下。今天要去换一条这个胶条啊，你看我瓦古摸这个胶条就是因为这里有没有？好，还有这里，你看这胶条都这样剥落有没有？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停在我家树下，我狗啊，树射出不明的物体到我车上啊，被狗啊弄了，你满车都是。这两个伤痕就是为了什么？你狗啊硬了嘛，嗯，你就敲它，一敲掉，连皮都翻起来，好不好？那我本来这个我就试着想说啊，问看看我们阿吉说这个大概多少钱，再决定要不要修。哎，那一条沙斑，哇没了啊！跟下一个车主说不好意思，那边有一点瑕疵，被树逼到这样，能接受再买，也是一个方法。哎，我也是车主，我知道这个瑕疵怎么来的啊，据实以报啊，能接受再买。我本来是这样想，哎，后来一问，他说几千块而已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几千块要懵开啊。哎，所以哈，我这一年来，到时候跟大家分享，我照顾这一台车，我是用最紧绷的方式在照顾的哦，最高规格嘛。其实这个不弄，对，再过三年还是这样啊，又不会漏水干嘛？只是难看了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定位要再定一下哦，也顺便用阿吉那边高科技的定位仪器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再用两个月，我们就把它卖掉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本来哈，对，来，看小事长知识，要分享一下。前一阵子不是那个台抗，不知道大陆还哪一国，就烧一台，烧死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看到，门打不开啊，车祸门打不开，烧死在里面啊。嗯，我其实一直我每次直播都在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去退车。对啊。后来呢，我终于哈更坚定意志，我说电车真的还不是时候，我就有去问了一下我当时这个 Porsche 的业务。我如果要退订的话，我有听说要赔钱。嗯，我说啊，定金会怎么被扣？好，看小师长知识点来了。订保时捷要退订会怎么被扣钱？猜猜，你猜猜。会扣钱。啊？扣。我定金给30，你觉得他会扣多少钱？嗯、你觉得他计算方式是怎么计算？全扣。全扣。嗯、全扣啊！我开车直接把展间玻璃撞破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们是扣你车价的1%，所以我订500万的车就是等于扣5万，他们的规定是这样，所以我如果要去把那台退订的话，就是要被吃掉5万定金，不如我们就去等到可以领牌，我们再转单，搞不好还可以赚钱，不用亏钱，会不会？应该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我们来拼转单好了，不要退，你觉得？好啊，好啦，啊、反正哦、喔，为什么我会想退？除了说又发生这种电车烧起来的事件，而且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我有一阵子都开这个之前 Fit 的油电啊 ，BD4S 啊，什么那电车有没有很安静的车、啊？对。然后很久没有开玛莎拉蒂啊，某一天我忽然哈、喔、换回我在玛莎拉蒂一上车 ，push 时代一按下去，哦，Doki Doki 呀，吓！啊 ，Doki Doki， 哎，初恋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泰山，你有多久没有初恋的感觉？啊，神威，你知道？刚开古道梅子绿茶差不多。哦，那个一发下来，心里那个悸动。对。
所以我们这个算血液里面有心丸值的人，现在这个现阶段叫我去开电动高尔夫球车，我在很犹豫啊，真的啦，你一阵子按下去，砰，那个声音一出来，你就哇，好啦，那这个接下来哈，我们就把这个车开去阿吉那边，然后做一系列的整修跟大家分享 ，Let's go。Hold up，AR 抗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今天要来做老板的玛莎拉蒂，然后等下会做的项目大概就是保养、换油，然后定位。然后因为老板说他偶尔冷车的时候会熄火，所以等下来查一下是为什么，看是不是火星菜的原因。那等下就看施工画面吧。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，他说冷车的时候会熄火，是跟火星菜有关系吗？偶尔熄火。偶尔嘛，主要看会不会有暂存的故障嘛，来做一下判定。那火星塞一般造成的可能会是油耗啊，或者是轻微抖动这样子。如果会熄火的话，可能有机会要检查一下烤耳，看看是什么，是不是有状况。因为这种车不见得是点火的问题啦。对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插电脑，然后去看一下它的全部的 data log。它的数值是什么状况，再来做判定这样。那目前我们就先做保养的部分。那保养的话，第一个我们机油盖打开，那油芯是一定要放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机油尺拉起来，让它整个卸油的时候确保是正压，不是真空的力道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拆机油芯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顶起来放油。听说啊，这个好像下来是鬼杠的。对啊，好像会喷到，是不是？需要稍微遮一下。孔是不是特别大？还蛮大的。但是这个油算黑吗？好像蛮黑的。蛮黑的。对啊。简单清洁一下，因为等一下拿机油芯起来会再漏一点，要先从上面洗下来。我想问一个，我刚刚看到后面有这第一东西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油吗？这不算，这是水啊。水，然后碰到它原本这原厂的防锈胶有没有？这是原厂的防锈胶，碰到水变比较，擦一擦有没有就淡掉了，就变这个颜色。所以这不是油？这是水，这是它的防锈胶，黏黏的。这颗是什么？差速器，哦，对啊，原厂都会有的车啦，都会有这种防锈胶啊，有的是黄色或是透明的，嗯，然后摸起来都会有点黏黏的这样子，黏黏的，哦，真的黏黏的。机油芯很会漏，漏蛮多的。它就是刚刚漏出来的，难怪你要铺那么多布，已经只漏很多了。先是要把里面稍微再吸一下。拿出来才不会整个都是油。这个没有工具可以伸进去拿？可以，但是就用手其实也可以啦，比较有手感、真实感。它里面其实还很多哎，这样抽一抽也快500cc 耶，还蛮多的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机油芯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玛莎拉蒂，哎，它不是写法拉利哦？有，打开里面会写法拉利，这边法拉利。那新的这个我也会建议，就是都抹上机油，这样子是最好的。然后确定一下这个 O-ring 都可以正常转动，这样就 OK 了，可以装回去。那其实像这个啊，盖子上面都会写说它需要上多少的扭力，这边有写25牛顿米，那25.5或25整都 OK。让我擦干净一点，因为它这个引擎脚没有脚座。然后它留下来的油会滴在这个引擎脚的角座的里面，上面也是凹槽，
哦，因为看我手伸进去摸，就在摸那。啊，有的人可能不知道，就是随便吹一吹就让它干了。对啊，啊，这里面其实是还有凹槽，凹槽也会积油啊，有没有？擦下来还是有一点油在里面。凹槽拍得到吗？拍不到，太深了，对不对？它刚好只有一个缝，就手指头可以伸进去，所以尽量还是把它擦干净的。对，表面看起来都没有油，但实际上这里还有藏油，因为它藏在压缩机底下，所以一般不会有人发现。去加机油了。OK， 那我们刚发动过之后，达到正常油温，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量测它的油位。那我们先抽起来的话，会先擦拭过一次。这个上面有两个洞，一个是上线跟下线。那擦干净之后，把它擦下去再看一下，等个三秒，好，抽起来，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洞有没有凹槽已经被填满，那代表它的机油有到这里。那是刚好在上线的位置，那这样就是 OK， 就不用再补。那代表它没有吃机油，因为我们刚才漏下来也是八公升，也是加八公升。那再来就是引擎室，我们会稍微再帮客人清洁一下，那把它灰尘跟树叶都吹掉这样子。那排水槽这里啊，落叶一定要剪，因为不剪的话，有时候会满出来，然后造成内装积水。像这个里面都卡蛮多落叶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排水管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如果塞住的话，水就会淹，然后淹到这里整个都是水，这样子。对。那这一台电脑可以读蛮多车的，奥斯顿马丁，然后法拉利、迈拉伦，包括保时捷、兰博基尼、玛莎拉蒂都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查看有没有什么故障吗？对，那我们先选车型。这边主要系统，那这个的话，我会建议接着充电机一下，让它，因为它在扫的时候会比较耗电一点，因为要长时间红火，没有发动的话会。哦，所以要车子要接着电。对对对，这边有一个 quick test， 就是整车的快扫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看一下也 OK。那它就会总共44个 model 的意思就是44颗大大小小的一些系统跟电脑，对，那它会逐步去把它扫出来这样子。等一下它扫完之后就可以看到有哪些故障码这样子。有打叉叉的，就是有故障码的故障。哦，这是什么 ？Air Suspension Control Model System， 气旋的部分。那有时候只是因为电瓶电量过低，也有可能会跳一些奇怪的故障码出来，倒也是有可能。之前是有放到没电还是怎么样，没消过哦。哦，都是打叉叉呢。斗轮那是什么？门的控制模组。放到没电就会比较多故障码，会。所以通常我们就是跑完，然后先消消看。我的建议是先读完全部的故障码，再来把它做清楚。那避免你有时候故障迹象的话，你消太快，你会无从查起，因为有时候故障码是很难再重现的。好，扫完了。Absent 的就是曾经 ，Absent 就是缺席的意思，那就是曾经亮过的部分。就这个失去连线的话，就很像是，应该是之前有没电过啦。那没电，那换完电池没有帮忙消故障码，因为有的店家也没有这个可以消故障码的机器。那我们就是可以逐步去把它做清楚。那他说要 turn key off 再按 OK， 让他电脑重整。先熄火是不是？对，关掉红火的部分。然后再点 OK， 对啊，这个都是之前没电过，对，所以它一个一个去按，可以全部消掉，但是就是先进去
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对对，细项把细项先看出来。对，这个都是失去通讯，就是之前断电过的迹象，因为一次是全部都不见，没电或断电。那那个冷车会熄火？目前那个我等一下来看它的一些数据，再来我们看是什么状况。我们先把，因为它上次之前可能断电过，那有可能节气门的学习位置有跑掉，那造成偶发性的可能怠速熄火。那么目前先把节气门的校正先做过一下，这样子。那这个的意思的话，就是节气门这个校正的动作已经正确的被执行。我们现在再发动看看。这边的话可以先大概看一下一些重点的数值看看，对，那可以看到它的，这是它的一个混合比的一个数值，不少分一跟二啊，因为它左 V6 的嘛，那它左右两个气缸裂这样子，那这主要是一边左边，那一个是右边这样子，对，那可以看到它燃烧出来的值是还 OK 的。一般前含氧的数值，这个数值算蛮漂亮的，就是蛮稳定的一个数值。所以如果不正常，它会乱跳，这样。会，对，会乱跳。不是过高。对。这个在测什么？测那个。浪达就是那个算它闭回路的一个修正值啊，左右两边气缸裂的燃烧状况都还蛮稳定的。它的部分的话，它有提到说冷车会偶发性熄火。目前的话，因为我故障码看下来是没有特别的故障码，所以我认为是之前断电过造成的节气门学习可能有跑掉。那我先把节气门做 reset 掉，那之后再测试看看，看有没有同样的状况，就是再观察看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剩定位。对，目前剩定位的部分，那我们移一下车。这个气旋的在调整的话，我们会先做一个车高确认的一个动作，确认它左右边没有跑掉，因为你如果说车高不准的话，量起来会有误差，所以要先看它左右边高度一不一样。 对，这个数值都跑掉蛮多的，这个是后轮的数值，后轮的前速，那这个是前轮的前速，那我会把右后的这个 camber 再把它跟上左边的 camber， 这是它的外倾角的数值，这样开起来稳定度会比较好一些。大概因为原厂的规范是中间值是 1.3， 那它这个在 1.4 是 OK 的，那等于就是右边先把它跟上左边的数值，那再来微调这个前速的数值，这样子。哦，对，了解，没错。OK， 那目前我们定位完之后的数值可以看到，这个我把它做了比较小了一点，操控架操控起来会比较灵活一点。这个前面前速的部分，原厂的数值就是妥奥，那我把它再缩小一点点，做到平均都是0.1、0.1这样。那再来的话就是后面的前速把它修正，那 camber 也把它修正到左右接近的数值这样子。那等一下就试车看它方向盘有没有偏移的状况，或是车子会不会有跑偏的状况这样。回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有够难开的。为什么？它太短麦了，太大了。反正我刚刚去开去做保养嘛，定位，老板有说冷车的时候偶尔会熄火，对不对？用电脑查出来，有可能是之前它电瓶有放到没电过，所以它跳很多故障码出来，就是曾经有断讯过，所以它后来就把故障码重新再连接一次，然后把节气门再让它学习一次，最近再开几天看还会不会有那个状况发生，如果没有就 OK 了。然后原本我们还要换这边的胶条跟天窗的胶条，反正就是被咬掉了啦。然后阿吉老板说可能
不知道还在，可能还在海上或是哪里，反正还要再两个礼拜，所以今天就先拍到这，之后再去把教条换新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工单就再放在这边啊，这集就到这边。喜欢的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追踪小智汽车的 IG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怎么熄火？怎么熄火？为什么他音乐？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啊，这要怎么熄火？这怎么熄火？你不会熄火，要不你已经熄我了、啊。要熄火了吗？对啊。我怎么还在打？这样啊，你看喽、哦。现在都熄火了。你不知道吗？你真的不知道是假的？我不会啊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刚刚去车工，我停下来，我就说跟他们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我不会熄火，帮我熄一下好不好？干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怎样？你再按一下，你发动嘛，来，按下去就发动了。对啊，啊，其实按一下就启动，按一下就熄火了。按一下，不是常按。没有，按一下就好了。按一下，没有，已经熄火了，这不是怠速熄火，它已经熄火了。可是音乐会放是正常的，可是你就开门它就正电了。哦，高科技啊！已经很久了嘞，没有哎、欸，我的野马是这样，真的是21世纪就有了，不会，我没有开过这种。啊，等下窗户要关，现在下雨，等下窗户要关起来。哦，好。哎，他发了很久，他们奇怪，为什么不下车？他问我，哎呀，我怎么熄火？哎，等下那个拿不起了，断电了。你熄火了、啊，你夹住了，夹住了，你好，因为没有电啊，你人家先拿。需要我关一下，看一下。不是按不好按的、啊，按不到。对啊，哦。不会了，会了。阿呆终于会熄火了。对，会了。不会了，我会开玛莎拉蒂。哎，阿爽还在打。啊？你看我按啊。我忘记按了。你要？你就按一下就好了，不用踩刹车，好吧？我真的不会开了。现在会了，现在会了。现在会了，现在会了。现在公路以为啊，开玛莎拉蒂的男人可以开了。我会发动，也会熄火了。好，以后会开了。好，以后开了。谢谢。